我有一个杯子，我有一支笔，我有两个粘到一起的瓶盖。好妞，这些东西能做什么呀？今天呀，咱们要用这三种东西做一只会奔跑的兔子。好妞，你能不能不要吹牛呀？纸杯和兔子有关系吗？他们俩？当然有关系了，不信你们去查好吧。东西给我。好。给你。第一步，在杯子上面给小兔子画上可爱的表情，弯弯的眼睛，画上睫毛。三角形的鼻子，嘴巴。画好之后，拿出一张红色的纸，剪两个圆圈当腮红。贴上双面胶，再粘到杯子上。少了两只大耳朵。小黑别着急啊，大耳朵马上就做。拿出一张白色的纸，剪出弧形，把纸对折一下，剪两个。再用红色的纸剪出两个比它小的弧形，贴在上面。兔耳朵粘上。胖妞，这就完成了吧？还不行呢，还剩最后一步，把瓶盖给装上。现在需要把皮筋给它套上去。旋转几圈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哇，它还真会跳呢。哎，是啊，让我玩一下。给你。哎，胖妞，为什么我的兔子只蹦两下呀？那是因为你转的太少了，还是看我的吧。好吧。多转几圈。再转两圈。